安听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著名打脸分析师郭明基放出2019苹果新品分析报告，基本囊括了此前曝光新品的核心信息。首先是 iPad 2019和 iPad mini 5， iPad 2019的屏幕将升级到 10.2 英寸，采用全面屏设计。 iPad mini 5仅核心配置升级，外观保持不变，继续压低成本走量。京东方成为两款新 iPad 的屏幕供应商之一，说明京东方产出的屏幕素质已经得到苹果认可。而 Mac 系列将新增三款，第一款是 16.5 英寸的 MacBook Pro， 性能更强悍，主要针对设计师和工程师。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还记得曾经的17英寸呢？ MacBook Pro 2019的运行内存更大，模块化设计的 Mac Pro 即将到来，距离上次垃圾桶更新可是有一段时间了。外媒再次放出消息，确认苹果已经准备好发布 AirPods 2， 新增黑色版本，能随时唤醒 Siri， 支持快速充电，3月25日发布后直接上架。这样说 AirPods 一代是要降价的节奏咯。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将会加大安排力度，让 Apple Watch 的 ECG 功能能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得到支持，而且新款还会加入陶瓷机壳呢。